其实因为我们演员都是每天跟导演接触，当然我们戏剧组跟综艺组的导演有一点点分别，不过我还是会从戏剧组的导演拿很多灵感，尤其是他们造型啊，他们的个性啊，他们的一些 habits 我都有去其实一直都有参考他们，因为他们都很有趣的，一个两个都很有自己的个性，而且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希望可以制造一个比较它会比较自然而且比较生活化的一个角色。